春晚。肯定是被猫吃了，小玉，怎么了，妈妈？咱们家小玉怀孕了，要生小猫了。对，要生小猫了，像妈妈当时生你一样。下午带她去做个 B 超。B 超是锻炼身体吗？B 超不是锻炼身体，要做手术，还有一种超声波，然后就可以透过他的肚皮看看他肚皮里边的样子。现在用爷爷正不把扒开、啊、不是把肚子扒开，他有个机器，然后涂一种啫喱，然后在上面透过你的皮肤可以看到肚子里的样子。那时候妈妈最爱做 B 超了，因为就可以看到你在我肚子里的样子，跟现在差距好大呀。那时候我想象中的你是一个双眼皮大眼睛。当然了，你现在偶尔也是双眼皮大眼睛的。嗯，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给小玉做这个 B 超。你说小玉有几个 baby 啊？你说。我们打个赌吧。好。如果我赢了，你所有你自己能做的事情都要自己做，不要再让我做。如果我赢了呢？你说。那我就一起刷牙洗脸。我同意这个赌注，我同意这个决定。我赌小玉怀四只，你赌小玉怀几只？五只。哦。嗯。那我们今天下午就知道了。小玉，别吃。No！小玉，一会儿给你弄你的好吃。来来来，我去喂汤。